最新消息，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在推特透露律师朱莉安妮确诊中共肺炎的消息。川普表示，朱莉安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纽约市长，同时一直持续不懈地揭露美国史上最腐败的选举。他对中国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。川普也不忘替朱莉安妮打气，祝早日康复，我们将一起继续向前行。朱莉安妮曾任纽约市长，被认为是911之后将国家凝聚在一起、具有团结力的人。他也曾任联邦检察官，起诉了许多高知名度的犯罪集团首谋。